其實在正式開拍整部電影之前，我都用了很多時間去做霓虹燈的資料搜集啦。但是當你可能行完那條街嘅一個月之後，再去翻同一個地方，就發現咦，原來佢已經冇咗，就會覺得好似有一個好朋友離開咗自己咁。以前周街都是霓虹招牌啊，幾夜行街都不怕黑。拆曬啦，新法例話僭建啊嘛。話拆就拆，幾十年歷史，